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做。
先把神尊请上座。哎，都龙。我跟你讲，都龙边龙边进，虎边出。请。从这。啊，你们。这边是虎边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你可以一次说完。
再来嘞。上轿。下一个步，天官五财神。五财神完之后嘞，因为神驾会晚一点下来，于是刚才张师姐先请主神，先禀主神说，我们神尊先上神轿，可不可以？啊？主神帝君是说可以，然后就都先上，最重要的三尊先不上，好，明天早上再上。明天有直播吗？不一定哎，因为为什么不一定？是因为有很多的宫庙，他们的网路不稳。所以才会说不一定，但是录影我们都有录影，之后剪片或怎样再处理。但是若是要剪那个直播的话，可能也是断断续续，因为其实这一次我们工作人员还有各方面的人员都比较少，所以比较重要的事情都放在整体的运作上，那直播上面会比较没有能力去做，大概就这样。谢谢许宗玉的祝福。宫里面有很多的神尊都是第一次出门，因为以前都是有做客神尊比较多，都尽量让给愿意去的做客神尊。那这一次因为原本已经就是说不去了，后来是因为政府开放，所以才赶快的再把它说我们会执行这个动作。但有很多我们原本要去的，我们都做退款，所以参加的人并不多。我们原本是三台车，啊，现在变成只有一台车，这样。上帝还有九天玄女，哦，是明天才会上。YJ 可以去现场旁看吗？如果现场他们有管制，如果没有管制很严的话，你可以去吧，我也不去。能直播会尽量直播啦，但是老实讲人员真的不足，哦，所以没有办法肯定的告诉你们一定有。这一次这么少，看上面那个架子要不要拆掉？拆不下来。拆不下来。有要拆，拆不下来。地也在往你那边看。
因为拆下来整个进出也方便。想看直播，那就直接坐车过去，直接自己亲眼看，比直播还精彩，更有临场感，不一定还可以那个在炮阵里面跳一跳。所以灵儿没去吗？有啊，他帮我录影。戏可以晚上了。对，所有声音的位置。左边哪里？你那边呢？哎，那个这里，它的刷。再过去一点。离我这边一点。我在拍谁哦？哎、欸，这样子，妈祖，鬼妈，有鬼吗？再一点，不是你这样子讲师兄那个可以上吗？八寸八的啊，这是八寸八的，好，好。欢迎九号的。不要。中间都 OK 哈。是对中间做好了、啊，其他的中间直线的。我们不要确定了，干嘛？瞧那个标签。可以。帮他们整理一下。瞧那个标签。其实也对得到。三呢、啊？哦，好，那三，那三卡，三卡，那是差一点。啊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这每一个都要弄吗？对。是靠近这边的才要弄是吗？前面有缝的都要塞。好，这一段先到这，要不然等一下录没电了也麻烦。好，各位拜拜。十点应该十点会下架，所以大致上10:50左右会开直播。好，拜拜。新成功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